喂喂，你知道牛顿他除了发现万有引力之外，还发现了什么事情呢？哦，我知道，还有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用同样的力气投球，棒球丢得比铅球远。同样力气推推车，空的推车比装满的推车跑得快。这就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哦。了解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你就会知道怎么用跷跷板、绳子、投篮。锁定这一集《生活里的科学》，带你认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无所不在。哎，微微，你在做什么啊？博元，我在分类啊。分类，好，我帮你忙。嗯，谢谢。嗯，可是这样一个一个分，好辛苦哦。对呀。哎，微微，等一下。嗯。要不然这样子，你看哦，我施展一个大风吹魔法，马上就会分类好喽。哦。哇！你看，一下下就清洁溜溜喽。哇！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盘子，把这些纸屑这样扫一扫，分类就完成了。哇！博元，谢谢你，轻轻松松就帮我把纸片还有回纹针分离了耶！同学们，这是运用什么科学原理呀？想一想。想一想，是什么科学原理让回纹针和小纸片分离呢？答案是 A 地球引力 ，B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C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哇，博元，没想到你利用大风吹就帮我把回纹针还有纸片给分开了耶！但是我想同学们应该还是一头雾水，想说这跟科学原理有什么关系？我直接告诉你们啦，其实我这个大风吹魔法刚好就符合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哦。是啊，所以答案就是 B，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那什么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呢？指的就是当力量大小固定，物体的质量越小，它的速度变化就会越大。哦，简单一点来讲啊，就像是我刚才的那个回纹针分离，就像是哦，我这样一阵大风吹过去的时候呢，纸片啊，因为它比较轻比较小，所以呢它就会一下就被吹飞。那但是呢，像是回纹针因为比较重，它比较大，所以呢我吹的时候就比较有一点吹不动。是啊，所以只要呢物体有产生运动变化的这个现象，都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有关哦。再简单一点来讲好了，就只要一个物体啊，它只要改变运动方向或者是运动速度的时候呢，它就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有关。那就让我们再多举几个例子来看看，生活中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在哪里。生活中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在哪里？用同样的力气推推车，空的推车跑得快，是因为再大股的推车质量比空推车大，所以移动的速度比较慢。用同样的力气丢球，棒球投得比铅球远，也是因为铅球比棒球质量大，所以铅球移动的距离比较近。同样吹一口气，乒乓球跑得快，是因为乒乓球比弹珠轻，运动的速度比较快。载着小孩子骑脚踏车要比没载的时候骑起来更费力，这也是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哦。小轿车的质量比大巴士轻，所以强风吹来，行进中的小轿车比大巴士容易觉得摇晃，这也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有关系哦。好，所以说物体的质量越大，它移动的速度就会越缓慢，怪不得哦，我们冬天在穿得很厚重的外套的时候啊，跑步起来就很像一只猫熊一样，哎，整个很缓慢。哎，夏天可不一样啊，灵活的像只羚羊呢。哎，博元，冬天穿太多，行动不方便。这应该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耶，应该只是因为穿太多了，所以行动比较缓慢而已啦。所以我这一次举一反三，好像反得有点太过头了。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就来一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PK 赛。好，怎么 PK 啊？我们等一下呢，每一个人都设计一个非常简易的装置，只要可以证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可以了，看谁比较厉害。哦，看来你已经有备而来咯。好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那就请博元大侠请出招。好的，博元大侠的装置马上登场。嘿，实验一，简易版风火车。哇，这就
我设计的简易版风骨车。你看看啊，这风骨车厉害啦！待会儿呢，你帮我把这个电池放上去，然后呢，它的风会开始吹，我呢就要把这一杯花生让它的膜还有花生分离喽。哦，真的？好，那我就先帮你把电池放下去。哇，风扇转了。接下来呢，我花生就慢慢倒。就可以吃到这一杯花生喽！哇，波约，你这样子的设计运用风扇的力量，让原本花生还有花生膜，因为它们质量的关系，所以这样子倒下去的时候，就可以很轻易的把花生和花生膜分开了。哇，很棒的设计耶！其实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之前啊，我有回去过乡下，然后我的阿公阿嬷都会种田哦。嗯，那种田之前的播种呢，阿公阿嬷就会用这种风骨车来筛选种子哦。而这个种子呢，因为比较小、比较轻的，代表它长得比较不够扎实。嗯，所以呢，风骨车就可以把它筛选掉，然后这样过筛好几次之后呢，它就会留下最大然后最结实的这些种子拿来播种哦。真的耶！哇，你这真是一个很实用的设计耶。但是我的也很棒哦，我运用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设计了一个很棒的装置哦。真的吗？那我要看，我要看。好，请看。实验二：法力绒球龙卷风。哇，伟伟，这个装置是什么啊？这个叫做保利龙球龙卷风。怎么玩？怎么玩？嗯，等一下啊，我先轻轻的吹气，然后博元你帮我注意看看有什么变化。OK。保利龙球在杯子里面开始旋转了耶。嗯，那我现在再用力吹气，你再帮我看看哦。嗯。哇，保利龙球飞得更高了耶，而且更快了。是啊，同样的保利龙球质量固定的时候，外力越大，保利龙球的运动变化就会越大，这也是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嗯，而且啊，我发现你这个装置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哦。哦，你发现了吗？对啊，当你在吹气的时候，这个气流不是只有直线前进，它还会旋转前进哦。是啊，是啊，这也就是表示风力不只是直线前进的时候有遵循着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就连在旋转的这个风力也是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今天还给你拍拍手了。你呀、啊，用一个装置就可以来跟大家解释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两种现象哦，太厉害了！这一次比赛你是赢家。嘿嘿嘿嘿，伟伟哥哥，伟伟姐姐，哎，子清，以为你们来啦？我们在 PK 什么啊？我们在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进行 PK 啊。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简单来讲啊，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是在说一个物体它的质量不变，但是外力呢越大，它的速度变化也会越快哦。那就好像是呢，我们不懂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用一分钟动画，你们就会明白喽。请看，一动你就懂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同样的力气丢棒球和铅球，为什么棒球投得远而铅球投得近呢？质量相同的两个风车，为什么对它们吹气吹得越用力，风车转得越快呢？这是因为它们都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也就是说物体受外力作用的时候，作用力越大，物体的加速度越大，所以质量一样的风车用力吹转得快。而当外力大小固定的时候，物体的质量越大，运动加速度越小，所以铅球不像棒球一样可以投得又快又远。所以用比较重的东西压纸，让纸不被吹飞，这个也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应用哦。没有错，这也是一种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哦。哇，子清你真是现学现卖，马上举一反三。那怡文，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还有什么样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呢？我弟弟很喜欢玩那汽车，然后再拉后面之后再把它放开，然后就跑很远呢。那这样是不是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啊？的确有关系哦。而且啊，我们这种小汽车
它是运用弹力的恢复力才可以让车子往前跑，哎，所以它也叫做弹力小汽车呢。没有错，那弹力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要怎么来应用呢？我们就请梅老师来带我们做实验吧。好，老师，我们有问题。弹力也遵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吗？物体受力会产生运动状态的变化，说明这个运动现象的科学定律就是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好，刚才疑问提到的问题啊，其实非常的好，因为弹力也是力量的一种，所以弹力也是遵守我们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用两台的所谓的弹力的小汽车，我们来操作这个实验，来验证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实验三，弹力小汽车。哇，好厉害哦！好，我们现在整个桌面上放的就是我们弹力小汽车，我们要测量它的加速的一个简单的装置。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小汽车里面它有一组弹簧，这个弹簧呢，当我们把后轮不断的在桌面上摩擦的时候，就会压缩里面的弹簧，产生一个叫做弹力。那这个弹力呢，就会推动小汽车前进。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做我们的实验操作。我们让我们的车体呢，一个比较远，一个比较近。那这个目的不是出发点哦，而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同时怎么样？我们同时将我们的车体拉到我们的起跑线。我们只要观察谁最先到达我们的目标，那就代表它的加速的距离，还有它加速的速度会比较快，才能够提早到，对不对？好，预备，放。哇！好，很明显的，我们发现什么？对，我们发现这一段同样的小汽车的弹簧，在比较远的距离的时候呢，这时候所压缩所产生的弹力，跟我们比较近的时候呢，压缩所产生的弹力，它的力量相对来讲，一个是大，在右边，所以它会比较快，然后呢比较慢的，它就代表它的弹力比较小。是，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来了解一下，我们说所谓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简单来说是什么？是车体它受到的力量的大小，会影响到它的速度的变化的快慢。那当然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看它在相同的距离里面，谁最快到达，最快到达的是代表它越快，它花的时间就越短。所以如果根据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话，这两台弹力小汽车应该是会越跑越快，而且停不下来。那可是为什么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我们玩这个弹力小汽车，它就会越来越慢，而且会停下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股力量哦，你们知道是什么力吗？摩擦力。哇，答对了，是吗，老师？好，是摩擦力，没有错啊。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其实我们在把小汽车放在桌面上，我们往后拉扯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储存的是什么？是弹力。弹力，也就是说，这时候弹力在车体里面可以让车子往前移动。是。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说物体跟物体之间接触啊，互相产生所谓相对运动的时候，它会有摩擦力的作用。是的。好，所以这时候我轻轻的松开，它一定会停下来。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弹力已经怎么样？在作用的加速的过程当中，已经越来越小，是，对不对？弹簧越来越松嘛。那等到没有完全没有弹力的作用的时候呢？这时候的车体是不是只有摩擦力的作用？是。那摩擦力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运动的物体怎么样？受阻。受到阻力，然后慢慢的停下来。老师，那像你说到弹力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是可以来证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呢？好，除了所谓的风力、推力、压力等等这些力量之外，还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可以怎么样来验证我们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就是我们的磁力的碰碰车。磁力碰碰车。实验四，磁力碰碰车。现在桌上放的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验证的这个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磁力碰碰车。我们现在在这个车底上面呢，我们固定了两个磁，这个叫强力磁铁。是的。那我们利用这个强力磁铁产生的磁力来验证一下，我们说车体受到磁力的作用之后，是不是遵守我们的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好，这是我们一颗对一颗。那这时候呢，我把左边的这一颗我们当成一个固定的碰撞车，是。然后把另外一部车呢，我们在固定的一个距离。但因为是磁力的作用，所以我距离呢不用太长。好，这时候呢，我们发现碰撞车不动，可是这个车子呢，活动的车子却因为磁力的作用，跟我们的碰撞车之间产生撞击，对不对？好，这是我们一颗对一颗的哈。对。那接下来呢，我把另外的两颗
也把它贴上去，所以这时候呢是什么？是一颗碰撞车跟另外一个三颗的碰撞车之间产生的磁力。那你们俩来猜猜看，现在三个磁铁跟刚才一个磁铁比起来，是会比较快还比较慢？比较快。真的吗？老师，我们来试试看。好，我们还是一样，相同的距离，对不对？好。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可是声音变大声了。好，那你们来想一下，为什么它的声音会变大声？是不是跟磁铁的个数有关系？有，磁铁这里三颗，然后这里一颗，然后这是因为磁力呢？磁力是变大，变大了。对，好，所以从刚才的实验我们会发现，在质量不变的情况之下，当我们磁力的力量越大的时候，是，这时候车体它的运动速度的变化会越快，所以它的听到的声音也会越强了。所以老师刚才运用了弹力的实验，还有现在磁力的实验，都印证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真的好有趣哦。好，等一下呢，我会用另外一个装置来验证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那这个压箱宝，我们请博彦来帮我拿出来。好的，没问题。实验五，跷跷板投篮机。哇，压箱宝！老师，这就是我们的压箱宝了。对，这个压箱宝就是跷跷板投篮机。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跷跷板投篮机的，我现在把它拆解成这个状态。那这是代表不同的什么？不同的施力的质量。好，然后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篮机的投篮的部分，是不是有三个吸管的支点？对。那这吸管的支点是分别代表不同的施力臂的长短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希望要把我们的乒乓球抛得又远又高的话，那我这时候施力应该用什么方式施力会比较好？最费力的。最费力的。好，你来试试看。我要穿这一个最后面。等一下，怡文，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支点呢？它为什么是比较费力的杠杆呢？因为它施力臂比较短，然后抗力臂又比较长。对，正确的哈，因为这三个。好，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只要把转轴把它通过我们的转轴吸管之后呢，是，我们的跷跷板的投篮机就做好了。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乒乓球放上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重物。我们的重物有两种，一种是比较轻的，一种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好，等一下呢，我们请子清试着在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高度哦，然后松手，让我的比较轻的质量的粘土球撞击到我们的施力端。对，那这时候我们看看它能够跑多远。那麻烦我们伟伟帮忙接一下。好，那同样的啊，我们同样的比较重的这个粘土球也在相同的高度，也同样的释放。我们看看这两个粘土球分别代表的是不同重量的施力。我们看看这个施力的大小对于整个我们的乒乓球投篮机啊，它可以投到多远的地方。好，好好玩哦。来，请子清来试试看。好，高度要一样。好，你会发现用这么小的重量施力在我们的这个施力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球啊顶多只是跳起来而已。好，我们现在从头来，我们换一个比较重的，在同样的高度来咯。发现它被抛出去了，对不对？那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今天我们的重量的大小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杠杆在施力的时候它的抗力的大小。所以假如说我们希望它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抛射的力量越大的话，那我的这个粘土块一定要越大，高越好。然后呢，我的力臂呢，施力臂要越短，越短越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抛相同的这个乒乓球的时候，这个质量是不是相同？对，同样的质量，我们给它的力量越大，这时候呢，根据牛顿的第二运动定律，这时候它的运动的快慢是不是变得更快？没错，它就会跑得越远。好，我们请我们的子清把它拿高一点。然后直接丢下来，放。哇，好玩哦！伟伟，这个游戏超好玩呢。真的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科学好好玩。科学好好玩，跷跷板投篮大赛。科学好好玩，今天要玩什么？今天要玩的就是跷跷板投篮大赛。好的，刚才老师呢教我们玩的是看怎么样可以让他投得远，但现在要比赛的是要让他投得准哦。子欣、怡文，还记不记得老师刚刚说的是哪三个原因会影响到投篮机的这个投球距离呀？高度，重量，施力臂和抗力臂。哇，看来你们
已经都很清楚了，那我们就来马上进行跷跷板投篮机大改造。Go！ 以为你要怎么改造它？我想要先试试看，把这个穿过中间这个洞。我想先像老师那样。哦。那我帮你放着。那你要哪一个？我要这一个。好的，来试试看哦。那你来试试看。还是要不要换这个看看？我想要换这个。这个好像太短，好难用哦。那你再拿一个球。那你再用一个看看。好。哦哦。还是再试再试再试。哇！进嘞！耶！到了！成功！哇！两位都已经改造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伟伟姐姐来告诉大家游戏规则。好，跷跷板投篮大赛的游戏规则就是，待会你们每个人有20球的机会，不管你是空心球还是擦板，都算得分哦。来一个贴心小提醒哦，我们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投。只是啊，我们要看的是最后谁投的最多颗就是赢家喽。没有错，那我们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那现在就请两队来计算一下成绩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颗，哇，比数是12-10，所以赢家就是怡文，很棒哦，子清也很棒哦。姐姐，牛顿真的好聪明哦！一颗苹果掉在他的头上，他就可以发现那么多的事情。是啦，是啦。不过，怡文、子清，你们知道吗？牛顿他被苹果砸到头的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误传哦。对啊，误传。对啊，因为根据英国作家伏尔泰他的叙述啊，牛顿有可能不是自己被砸到头，而是他在家里面看到苹果树上面的苹果掉下来，而想到这么多科学原理的哦。不过，不管牛顿是不是被苹果砸到头，你们看一颗苹果这样子掉下来的过程，就衍生出这么多的科学原理，可见生活当中真的处处充满着科学耶。就是啊，那下一次我们又要带什么样的科学给各位观众了呢？生活也科学，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用同样的力气丢棒球和铅球，为什么棒球投得远，而铅球投得近呢？质量相同的两个风车，为什么对它们吹气，吹得越用力，风车转得越快呢？这是因为它们都遵循着牛顿第二运动定律，也就是说，物体受外力作用的时候，作用力越大，物体的加速度越大，所以质量一样的风车，用力吹，转得快。而当外力大小固定的时候，物体的质量越大，运动加速度越小，所以铅球不像棒球一样可以投得又快又远。